在线可以好好拍了。对，在咱们这随便拍。对啊，之前一直都不知道你这边可以卖，这种东西询价还挺多的。啊？还没发呢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厂来了。对，因为他要和他的切割机一起发。这么久了还没发。他有好多其他厂的东西一起送到博塔一起发货啊，所以耽误了很多时间。